和人类幼崽在一起的一天到底有多费狗。由于人家手上有球球，所以他一直都坐立难安，特别想玩，真是不能让他看到任何玩具，否则他会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。光是看着他我都替他累，根本没心思逛街，感觉不玩到球心里不罢休那种，真是又傻又可怜。在商场里，在马路边，一直不停地要，不停地跳，着急忙慌的，不知道顾哪头了，最后一头也没顾上，因为这种球压根不敢给他玩。为了不让他累死，不让他吃掉这个球，于是我把球没收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吼我了，一个球而已，至于吗？最后还是被我训了一顿，坏习惯就是要及时更正。出来后准备给他喂一根阿飞和巴蒂的猫条，结果一根接一根，一眨眼就给我喂了五条去了。这猫条本来是囤着过年给他吃的，他家是极简配方，料好成分好，不额外添加胶质，又实际，狗狗也能吃。我一般对这样的产品都没啥抵抗力，而且过年还能发货，随身携带很方便。吃完东西开始把目标转向别人的玩具了，可真是一点也不消停啊。